如果想把这一株小苗把它养大，必须就是栽个花苞，养壮植株比较重要。马内这个品种依然我行我素，这些花芽还是不断的蹦出来，前几天才被我剪掉很多。所扦插的小苗已经慢慢长大了，通常舍不得丢掉这些修剪的枝条，都是做个扦插。风月还是没见到红色花瓣，装置自动浇水系统还是有错误的时候，买错了尺寸。这一些铁线、铜线都是邻居送给 Erin 的，他知道 Erin 喜欢园艺。哇，给我抓塞！垂头的厉害的，有些叶片也烤焦了，这也是盆子里面水不足的问题。我的自动浇水系统已经完成一半以上了，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管子，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辛苦与成就感。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之下，什么都不懂，自己慢慢的摸索一些网络，参考朋友的装置，自己慢慢的去摸索去设定，才慢慢懂得如何去操作这些。做了之后才知道我可以，你一定也可以的。若是你们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 Erin 装置完这些自动浇水系统， Erin 可以拍摄这样子的一个自动装置的一个细节，还有自己的一个经验分享。前几支影片也教授你们这一些看不到的芽岩，可以用手去把它那些抹一抹，把它板开，露出这些绿芽。你看上一次所做的，它已经蹦出这一些绿芽来了，慢慢的可以看到这些叶片的展现。你看这个就是芽岩呢，主芽不见，它的副芽也可以产生的，这一点你们知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就是忙着自动浇水系统的装置，但是现在零件不足了。我现在在调货，在调货来临之前，我先来拍摄别的一些主题吧。先前我跟大家提过，就是如何帮这些枝条做个柔软操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有些枝条太硬的话，你怎么去拉枝条？就一根直直的话，就像我们的 pattern 玫瑰，一根直直的 pattern 玫瑰，你要拉的话，有些人可能会硬扯吧，把那些枝条都扯掉了，扯掉之后就少了好多的花量了，这好可惜呀。Erin 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大概拉枝条这一方面，我会让你们参考一下我是如何做的。顺便我之前就是提一下，我之前跟大家就是强调如何去假固定那些新枝条，如今那些新枝条都已经成熟了，成熟之下的话，我开始就是用这个木架，这是农用的支架，用这个支架来制作拱门，把那一些枝条好好的做个固定哦，一边固定，我一边会把这些枝条稍微遮一下，就是帮他们做个柔软操哦，不要硬扯，扯了就会断掉了。接下来我就是慢慢的拍摄，或许有些镜头你们会看不到，因为我家就是位于马路的旁边，我没有办法在马路的旁边一边拍一边做个讲解，这是蛮危险的，所以我大概会用个镜头让你们看一下，之后我会详细的跟你们解说啊。好，我们就是赶快来进行吧，走吧。我们上一次所假固定的这些枝条，你看都已经成熟了，这个烟丝的话都可以开始做个拉枝条了。上一次的枝条跟现在新长出来的嫩枝条，是不是它们的茎状度是不是差很多？这个状态是只能假固定，这个的话就可以开始做个拉枝条了。关于拉枝条，我们该如何的做呢？就是会用这一个拱形的农用的支架开始把它架设在上面，再去做个拉枝条。这个现象就是要跟大家说的，我们的枝条你这样子硬把它扯的话，它那个前端这个头会断掉。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要把枝条做个柔软操，稍微把它用稍微把它折一下，慢慢的分段的去折，它才会变得非常的柔软。我现在先把这个假固定，先把它放开，我大概操作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枝条你这样子硬把它拉的话是不行的，怎么做会比较好？
所以看到你有没有发现到玫瑰就是有一个弹性在，不要硬它，稍微把它弯，再弯，再弯下去，它整个枝条这一方面，它会变得很柔软的。现在就是一个枝条呈现哦不规则的一个状态。等一下，我慢慢的去弄个支架，去把这一些哦枝条慢慢的把它往下压。现在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来慢慢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现在来进行的话，就是来架个一个拱门哦。哦，我必须先把这个支架先设定好，我要架多高。哦，我先把支架全部弄好之后，等一下我再分段拍摄给大家看一下吧，不然蛮危险的。现在把它小小做个一个支架，一个拱门的，你看这些枝条就是用一个弹性的方式慢慢的往下折，先把它做个固定。那这个枝条呢，就是先用个弓，制作一个小弓，稍微把它一个固定，把它往下压，不要硬压，硬压的话它整个头会断掉，之后还是要慢慢的挑的。之后里面的枝条来再慢慢的把它往下压，做一个拱形。这是目前所做的一个状态，从外围来看也看不出什么样的异样来，也自然的融合在一起。有没有看到一部分的枝条是把它往下压的哦？就是把那些支架啊、先做好，再慢慢的去把它枝条往下压。接下来也就是这个枝条了，稍微两只手扶着把它做个柔软操，不要硬拉，这样子很危险的，稍微做个柔软操哦，两只手扶着做个柔软操，这个枝条会变柔软的，你们放心哦，轻轻的弄的话它不会断掉。你看稍微做个柔软操之下，整个变软了之下往下压，做个固定就是了。好，我先来固定这两根枝条了吧。有没有发现拱门与拱门支架之间，我会用个铝线，这是 1.5mm 的铝线哦，去把它做个支撑哦。之后你的枝条往下压，也可以跨在上面哦，这是蛮好利用的。中间就是有个固定点了哦，这是最基本上的。而且你看我弄的话，这个随时都可以调整距离的，这方面都是非常的适用，你们可以学起来。支架与支架之间。哦，就是弄个铝线哦，枝条可以做个固定，也可以做个调整，距离上的调整。枝条被我压下去了，来，这个做个柔软操，稍微弹一下，弹一下，慢慢的弹一下，哦，让它变柔软之后往下压。哦，两只手要扶着我比较好，我现在是在做拍摄，只能单手去操作而已。哦，两只手必须一只手那边，一只手这儿去把它扶着，慢慢的往下压。做个弹性操哦，之后整个柔软之下的话，好，就可以把它固定下来了。哦，不要硬扯，不然会断掉。当然，在固定之前，你先架好支架，两个支架中间你可以用个铝线固定，这是 1.5 到 1.8 的铝线。固定之后，你这个枝条可以把它压在上面。记得枝条就是不要硬拉，两只手扶好。有点距离，先把它做个柔软操，稍微把它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慢慢让它变柔软之后，再把它往下压，哦，去做个固定就可以完成了。哦，这是一个 pot 玫瑰哦，做柔软操的一个固定方式。枝条太硬的也可以如此的做，太嫩的话我就不建议了，太嫩的话会折断的，这个要真的要注意了。哦，接下来也就是那边的枝条也是如法炮制，就是如此跟着做，把这些枝条两只手扶着，稍微做个弹性，慢慢把它做个弹性变柔软，往下压之后整个都可以拉枝条了。
哦，之后就是一个景的行程了，明年这些花开也是可以看得到了。爬藤玫瑰就是要拉枝条，它才能好好的花开，花开的漂亮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期待明年它的花开将是如何呢？我们期待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柔软操，一个压枝条，一个方式，你们可以学起来。从这儿看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呢？整个枝条被我压下去了，拱门就是这样子形成的。日后花开的话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拱门的一个花开造型，或者是花墙的形成，这方面你们都可以学起来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教授的小技巧，从外围来看是否整齐很多了呢？看完 Erin 的这些拍摄，你们大概有一点点观念了吧？有一点点概念的话，应该下一次你们自己去搭这些枝条的话，应该都是蛮好操作的。是的，就是把它做个柔软操，稍微折一下，不要用力的折，分段去把它压低去折的话，都是蛮顺利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到这儿了，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